来，爹，我给你倒上。哎，你们呢？都有了。行，太好了。哎，这酒闻着就香。哎，细川，你干什么呀？嗯。这一碗酒，我要敬死去的朱队长，还有那些死去的弟兄们。朱队长，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多打小鬼子。 早日把小鬼子赶出中国，敬死去的同胞，敬死去的同胞，来，大家伙儿，都满上。倒上，来，哎，倒上，哎，马上，好。这一碗，是我吴喜春敬大家的，谢谢你们相信我。 以后啊，我们生死都要在一起，一起打鬼子，生死在一起，一起打鬼子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来，吃，哎，爹，快，来来来，好，行了，来，多吃点啊。 嗯嗯，好吃，嗯，来来来，来，敬你一碗，来，来来，干了，狗蛋，多吃点啊！来，爹，真好吃，来，回你吧，来，来，干一个啊，好好干啊！爹，我敬你老人家一个，来，来，姐，嗯。 来，倒上啊！好吃，来，你买上。哎，再喝一个，哎，姐，再敬你一碗，哥，今天开心，来来来，一起喝，一起喝，来，一起喝，来来来，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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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酒，喝酒，喝呀，倒上，倒上。 将军阁下，请再给我一批兵力和武器，我一定能攻打下巴山人的。如果失败的话，我山本愿意切腹谢罪。八哥，像你这样没用的人，早该剖腹自尽。老师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好吧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这次再给你配备一个中队和几门迫击炮。 如果还没有成功，以后就不用来见我。哎，是这明白？我一定不辜负老师的厚望。同时，最好防御工作不要再有任何闪失，你听明白？是这明白。吴腾俑是死罪谁大错？为帝国效力。哎。 别睡了，快起来继续喝酒。阿飞、鸡毛，快起来！喜川，你骑在钢炮上的样子太好笑了，你以为他是你家花花呀？花花怎么了？啊，我的可怜的花花。不过这个小钢炮啊，可比我们花花厉害多了。你说你，拼了老命带回来的钢炮。 可是没有炮弹，你带回来干什么？说的也是。哎，你说这个钢炮没炮弹，它也没什么用啊。嗯，是。哎，不对，嗯，我跟你讲啊，蒜头啊，咱既然是游击队，那就有点像样的武器，是不是？嗯。以后我们每一次出去打仗，就把这个小钢炮带上。
给咱冲冲门面，天龙，天龙，以后这小钢炮就归你管啊！你都给我带在身边，听到没有，天龙？哎，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嗯，哎呀，真没用，都喝多了。我跟你们讲啊。 以后都跟着老娘打小鬼子，保证有肉吃有酒喝，都跟着我打小鬼子，打小鬼子。来了，大伙都过来了！快点，快过来！哎，干嘛呀？这是干什么呀？乡亲们都过来了。 什么事啊，喜春？哎，喜春，你这阵势是要干什么呀？我要干什么呀？我要继续招募游击队员，继续杀鬼子。好，我支持你。哎，喜春，你给大伙儿讲讲打鬼子的事呗，好好宣传宣传。过几天啊，我给你上报到县大队。好，我正要向你们讲讲我们的英雄事迹。啊，好，那你快点讲吧。你们知道。 这打小鬼子呀，靠的是一口气。大家知道这口气是什么吗？什么气啊？是骨气。咱们中国人的骨气，啊，有了骨气，我们才有打小鬼子的勇气。日本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的父老乡亲们，我们不能再当怂蛋了。我吴喜春就是靠着这骨气，啊，为父老乡亲们报仇雪恨的。就是，要说打鬼子，我们喜春姐。 那是没得说啊！别说别的，那当然。就说我武天龙啊，自从跟了喜春姐之后，我这浑身上下都多了一层骨气。哼，你们知道吗？嗯，见了鬼子，我就想扑上去打。哼，哎，说了半天，没把你叫。说了半天，也没说打鬼子的事儿。就是，我说喜春啊，你到底说不说了？你要不说啊，我到田里去了啊。 就是，还得干活呢。你呢？要去耕呢，就赶紧去，啊！你呢？这个臭汉子，除了知道白天在那个地里耕，晚上呢就回家睡大觉。你还会干啥？说的对啊！哎呦，娘的，我他娘现在就打死你！哎，行行行行行，耕田兄弟，别动气，别动气啊！咱们现在的敌人呢是小鬼子，不是父老乡亲们。 田龙，哎，你说可注意点，咱们现在啊，那不一样了啊，跟老百姓可是一条道上的，以后咱们还得保护老百姓呢。对，喜春这话说的有觉悟，耕田啊，你坐回去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坐下啊，走走走走走，消消气啊。哎，喜春，你接着讲。好，那我就继续讲啊。嗯，那天晚上，在走马岗那小鬼子营里边。 那有一大批的小鬼子在那儿巡逻，那每一个鬼子的枪里面可都是装满了子弹呢。这个时候，看到了那个山本清直，唰一下拿起刀，我就直接冲他去了。啊！这个狗日的，那见到我吓得屁滚尿流，连忙后退。啊！大声喊：“来人呐！来人呐！”哎，这个时候啊，没想到还真来了两个小鬼子。 呵，我就呼呼呼，转身，小心点啊！就那么两下，那小鬼子就倒在地上了。啊！这山本一看，看到手下都死在地上，连忙爬到我的身边，跪在地上求我饶他一条狗命。那你饶了他了？我当然不能饶他的狗命了。你把他杀了呀！哎呀，我当时啊，就应该心再狠一点，一刀砍掉他的狗头。这狗日的，趁我分神的时候。 猛地冲向我，跑到我的身后，立马朝我开枪。我就躲开了那颗子弹。这惊吓的还在后面呢。啊，这狗日的，看着这一枪没打着我，吓得呀，连忙往营帐外逃出去。我哪能放得过他呀？我拿起刀，我就跟着他追了出去。 哎，这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在他背上砰的砍了一刀。正当我砍第二刀的时候，你们猜怎么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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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说。这外面呀，是黑压压的一片，全是小鬼子。我当时心里在想，大不了老娘跟他们拼了，我就直接冲出去了。
哦，这时候钻头兄弟拉住了我。哎啊，拉住你干什么呀？拉住你干什么？哎，我说你这家伙，是不是啊？你干嘛拉住我喜春兄弟啊？感情这小子跟日本鬼子是亲戚啊？就是啊，就是啊，说呀，说呀，说呀，大哥，不是跟你说，你这出手也别太这呢。钻头兄弟，不是不是这样的啊，你们想想啊，那么多小鬼子，我冲出去，我不就没命了吗？是吧？啊，当时要不是钻头兄弟救了我一命，我哪还能站在这儿啊？啊，对，这话说的也对啊。蒜头是我们的老游击队员了，要是没有他把我们喜春救下来，今天我们就没有喜春这个大英雄了。啊，就是就是，哎，给蒜头兄弟鼓掌，来来来，鼓掌鼓掌。好，喜春，你接着讲。我其实啊，也不是想跟大家炫耀的，更不是想让你们叫我什么大英雄，我其实就是想在咱们村子里啊，再多招一些游击队员。好。我全力支持配合你，哎，大家踊跃报名参加游击队啊！大家踊跃报名啊！哎，汽车啊，要不咱们去复救会吧？我把那儿腾出来给你用。哎，好啊好啊，那走吧，走，大家伙啊，跟我去复救会、哎、报名参加游击队啊！哎，走，走，走，哎，走，哎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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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一个一个报名啊，到我这里来登记啊！报名了，马上送走。喜春，你看看我耕田能不能参加这游击队啊？能，当然能。就你这身板，还有你这力气，我们游击队就需要你这样的。岳芳，把耕田的名字写上。把名字写上。武耕田参加游击队。我都参加了啊！来啊！哎，行啊！还有谁要报名啊？抓紧时间啊！走啊！哎，报去吧！哎，把俺名字参加，把俺名字写上。赵表，王顺柱。哎，你参加。喜春姐，喜春姐，我参加。别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骂你。对不起啊。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参加游击队啊？你知道你错了。啊，知道了。他们要咱的。行。就算我可怜可怜你，岳芳，给他写什么？哎哎，好，我蹭劲儿，你送我吧。跟龙子去都能去，那是是吧？谢谢喜春姐，我也能去，我也是游击队员了，我也能打鬼子了。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好好干，别开小差。嗯，要不然我绝饶不了你。一定好好干。去吧。二胖都报名了，谁还要报名啊？我也报名。还有我，还有我，我来！一下子这么多人，你都记不过来了。来，报名字，把名字也写上，给你们都写上，一个不落。俺叫刚子，啊，我叫名字，我叫石头。喜春婶，我也要参加游击队，和你一起打鬼子。是啊，这不是阿涛家的丫头小静吗？你多大了？我已经12岁了，我要当游击队员，给我爹娘报仇。小丫头，你听婶说，你现在还小。你这枪都扛不动呢，怎么打鬼子呀？再说了，这家里就你一个人了。我要是带你去战场，这万一有了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对得起你爹娘还有你爷爷奶奶呀？喜春婶儿，求求你了，我要当游击队员。行了啊，你听话，婶儿答应你，等你长到17、18岁啊，婶儿一定带你去战场。你一定要说话算话。你问问他们，我吴喜春说话向来算话，说一不二啊。啊，快去吧，回家吧啊！嗯，还有谁要报名？来来来，你跟我过来。有打鬼子，有什么呀？是啊，胆小鬼。这个参加游击队啊，我也不会勉强大家。我也报名。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喜春呢，就报名参加游击队；要是觉得怕死啊，不参加也没事儿。我吴喜春也不会看不起大家的。阿文。你爹娘，你们全家不都是被鬼子杀了吗？哎，你就不想给你爹娘和你媳妇儿报仇啊？赶紧参加游击队！天龙，来来来来，赶紧报名吧！我都说了，咱们游击队是自愿参加的。好，我也参加游击队。喜春，你给我一杆枪，我也要打鬼子。阿文，咱们打鬼子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是很危险的。你别听天龙在那忽悠你。你好好想想再说啊！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是自愿的。一个小孩都要参加游击队，不就是打鬼子吗？
我父母媳妇儿都让鬼子给杀了，我一个男人还怕什么呀？哎呀，说的是啊。对，是。云凡主任，怕什么呀？把我阿文的名字也写上。好好，好样的。阿文都上了，咱们也上了。对对对，就是了。报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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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名字啊！报名，哎呀，报名，非要报，给我报上，我叫李准。来，大家不要着急，一个个来。给我报上。我叫地瓜，我叫丁大柱。哎，喜春姐，我叫地瓜，我叫小伟，叔叔了，我叫小林。哎，哎，好，哎，太好了，这回能打鬼子，打鬼子去，走，走，走。哎，喜春，你还真别说，这一会儿功夫来了不少人呢。蒜头兄弟，你这下不会再嚷嚷着走人了吧？你干不好，我一样要走。嗨，你就对我放心吧，啊，下一次再打鬼子，我肯定更加熟练了。你放心，那狗日的山本死定了。好，惜春啊，我统计了一下，到现在已经有18个人报名了，都有那么多了。嗯，哎呀，这要是再加上我们几个，那就20几号人了，很不错呀。嗯，哎，这样明天啊，我再去村里喊一喊，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人参加呢。哎，这个主意好。哎，岳芳主任，我的名字写上没？你不是已经是游击队员了吗？不是，是是，但是还是写上吧。万一以后发个什么东西，不是还有一人吗？就知道钱钱钱！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说以后要是发东西，别人都领了，我这个本本上连个名字都没有，那我到时候不是空口无凭了吗？哎，你行行行，你帮给他写上，我给他写上。我说天龙，你也是咱们游击队的元老级人物了，这觉悟啊，觉悟，你得提高提高。别整天想着贪小便宜，以后跟着我上战场打鬼子，说不定啊，我还能给你封一个什么，先锋大将军呢。好啊，姐，我肯定好好干，下次打鬼子我就出在最前头。你别尿裤子就行了，你。张小驴，张小驴，哎呀，渴死我了。小驴，哎，给我拿点水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快快来了。再给我倒一碗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蒜头兄弟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我觉得这不出5天，咱们游击队啊就扩展到100人。嗯，嚯，这100人，咱们就可以跟着小鬼子面对面的打了。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了。哎，喜春，你别太骄傲了，咱们这些人都是新招来的，没有什么战斗力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啊，现在正是咱们鼓舞士气的时候，你得让他们知道这打鬼子呀不是不可能的事儿。再说了，也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吗？咱们不是打了胜仗了吗？这次胜仗可是险胜，要不是小鬼子被那李昌鹏挫伤了实力，我们能那么容易取胜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哎，咱们现在是弱，可是我们会越来越强的嘛，姐。现在人是越来越多了，吃的越来越少了，我可不能空着肚子去打仗啊！吃吃吃，就知道吃。哎呀，不过这粮食确实是个问题。这兵法说得好，这马还没动呢，这粮食先动。哎，你们放心啊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就我这闺女，真是没法讲啊。简直就是穆桂英转世！哎，一见着他，哟，吓得屁股尿流，扭脸就跑了。巾帼英雄啊，巾帼英雄！我们不是怀疑喜春厉不厉害啊，我是说，只是我们这么大岁数了，他能收吗？放心吧，这个游击队啊，是我家喜春拉起来干的，他说了算。哦，哎。我是谁啊？他爹呀、啊！我是他爹武三儿啊！他爹说一句话，他能不听啊？对对对，是。咱们这老哥几个啊，是有点年纪，可是老当益壮啊。是是是，人家三国老将黄忠，那是蜀国的五虎上将之一呀。咱们比他，差啥？啥也不差。走走走，齐川，齐川。哎，我爹来了！哎，你们看着啊，肯定是给咱们带好酒来了。哎，快走，爹！哎，喜春，喜春，哎，
爹，哎，你看爹把谁给你带来了？哎，你把这些叔叔伯伯带来干嘛？咱们家可没那么多吃的了。人家不是来混吃喝的，都是跟着你来打鬼子的。打鬼子？对呀，人家要加入你的游击队。咋样，爹还行吧？哎呀，爹，你就别闹了。他们能打什么鬼子呀？你赶紧带他们回家吧，回去吧。哎哎，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给爹个面子，啊，给个面子。不光是他们要参加游击队，爹也想参加。是，别看我们队也上了点年纪，可是我们的身子骨硬得很呐。对对对，到时候你们在前面冲锋陷阵，咱们在后面给他们叫好助威。爹，你别闹了。你赶紧带他们回去吧，这打鬼子是闹着玩的吗？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这不是提前给你送终吗？说啥呢？你这孩子说啥呢？好好好，我说错话了啊！爹，您消消气，赶紧带他们回去啊！快点快点，不走了，不行，不走了！我跟你讲啊，今天要不答应我们加入游击队，不走了，我们都不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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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走了！哎，喜川，咱们游击队的队伍可是越来越壮大了啊！是啊，我们游击队正缺人手呢。这刘备都能用黄忠，我干嘛不能用他们呢？各位叔叔伯伯，我用你们了。哎，这就对喽。怎么样？一把年纪了，怎么上战场？谁说要上战场？难道除了战场，就不能派别的用场吗？不是，他们能有什么用啊？这我说的不错吧？哎，叔叔伯伯，跟我进来啊，进来。哎，走走走走，快快走，都进都进，干好，都进去。真进啊！哎，行吧，走吧。哥，吃的又少了。走走走。哎呀，走走走。哎，现在我们游击队啊是越来越强大了啊，比在三国的时候，刘备在新野的时候还要强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给几个人封几个官儿。哎，这个好啊，姐。那个，你给我封个什么官当的？哪都有你的份儿，是不是？你，给你个太监当吧。啊？啊什么呀？你这个太监也是官儿。太监我可不干。你，那行，那不当太监，你就当个冲锋将军吧。啊？让我冲锋啊？到底干不干啊？那个蒜头兄弟，你就当那个游击队的副队长吧。不是，副队长？论资历，游击队我才是元老啊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要把我这个正队长的官给抢了呀？那我可告诉你啊，那游击队那些人可都是我拉过来的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人是你拉的，你说了算，你当队长。那是，哎，喜川，哎，爹啊，你看你给这个封官，给那个封官，你给你爹看看，也封个啥官当当，是不是？啊，爹，我早就给你想好了，啊，我给你封一个钱粮总管。钱粮总管，啊，哎，这官好不好啊？好啊，你想想，管着我们游击队的钱和粮食。那掌管着经济大权，那多好啊！这官儿大不大？可大了，那就相当于正二品的官儿。哎呀，又这么大？对对对对，行，那我就当咱们这个钱粮总管了。看我爹多爽快，跟我一样，是不是？爹，那为我们游击队干点事儿，这事儿不为过吧？不为过，不为过。说说说，你领着这些叔叔伯伯呀。去下面征集一些粮食。啥？你让我去征集粮食啊？我不是管粮食的吗？哎呀，爹，你想想，你不把粮食征上来，你怎么管呢？是不是？哎呦，有什么问题？没。哎呀，行，爹啊，你那个先这么着吧。啊，行了，你要是有难处，回头再说啊。行，你钱粮总管啊。哎，阿飞、金毛，你们两个以后就是我的左膀右臂，左右护法。这官儿呢，就相当于这个王朝马汉啊。怎么样？好，好好干，好好干啊！哎呀，饿了饿了，小驴，哎，你去弄点牛肉煮白菜给大家伙吃。牛肉罐头，
不多了。你放屁！今天早上我还看见好多罐呢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别藏着掖着的，赶紧去。老哥，这罐头真好吃。是是是，午餐有误吧？走了。是。走了。回去跟家里人说一声。好。慢走，叔叔拜拜。好。喜春。爹。爹有话想跟你说。爹，你有话你就说呗，别吞吞吐吐的。今天你给爹封了个钱粮总管，嗯，我想来想去，怕干不好给你丢脸。爹，你这还没干呢就知道干不好啊？谁生下来就会干这些事儿啊？自古征兵起粮就没那么容易。爹，就是因为不容易，我这才派你这位老将出马。你想想啊，你要是把这事儿给干成了，你就是咱们游击队的大英雄啊！哎呦，啥大英雄啊？你看看咱们这十里八乡，都是穷老百姓，爹能争谁的粮去啊？啊！爹，咱不争穷人的粮食，咱就争有钱人的粮食。争有钱人的粮食？那在咱们这地界儿，有钱人就是司红星那个老土豪啊。您说对了，咱就争司红星千柱屋的老财主四余他爹的粮食。哎呦，你做梦吧！那四老财主是远近闻名的铁公鸡呀，他连根毛都不可能拔给你，你还争他的粮呢？嘿，你就放心吧，他不是人呐，他不吃饭不睡觉啊。哎，吃饭睡觉是不假，这征粮的事儿还真不容易，不容易。爹，你放心吧，我这里的蒜头兄弟是老游击队员了，精打细算，脑子转得快。我派他跟你一起去千柱屋，怎么样？行，那行。喜春，你看，爹这个钱粮总管当的，因为这事儿还得让闺女来给出力。喜春，爹可是看出来了，这游击队啊，上上下下，里里外外，离了你还真就不行。那是，您女儿那可是干大事的人。爹，你要是把这事儿干成了，那你就等着当太上皇吧。哎，行，坐坐，您的。到那儿了，可得听我的啊，都得听我的。谁呀？谁呢？不认识我呀？武三儿，吴喜春是我闺女。哦，武三儿啊？啊，喜春。对，不认识呀？滚蛋，滚蛋，滚蛋！嘿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对啊，你小子狗仗人势啊！把耳朵立起来听着，吴喜春是我姑娘。他是游击队队长，小心啊！我哪天带人来斗地主，收拾你！说这些没用，滚蛋滚蛋！起来起来！说这些没用。是什么人敢在我门前大声嚷嚷啊？啊！你看，死老爷，哎，武三儿啊，您啊，在家呢。老爷，我安逸得很。我问你到我这儿来到底想做什么？我。哎，司老爷是吧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巴山游击队的，今天到您府上借点粮。您放心，等打完了小鬼子，一定还给你。可以给你打欠条。对对，给你打欠条。找我借粮食啊？对，是游击队的，是游击队的。你们是游击队？对。我们都是游击队的，我闺女吴喜春，现在是游击队队长了。对，是。吴喜春眼下成了游击队队长。好啊，这好爽啊！爽不爽呢？反正差不多。那好吧，你二位进屋吧。明白了，是，
哎，你们站住！刘姐，在门上等着。哎，关门呢！关门呢！怎么快点？让我们进去。哎，为什么不让？凭什么不让？进！让我们进去！让我们进去！怎么不进呢？怎么了？不走了？屋里坐着喝喝茶聊聊多好呢！啊！哎呀，四老爷，您太客气了。四老爷，太客气了啊！不用沏茶，不用沏茶。哎呦哎呀！老爷，你刚才说要斗地主，怎么个斗法？嗯，我说了吗？没有，是没说，我没说。老爷，是您听差了，听差了，听差了。老爷，我还没到糊涂的境地。是，是是是，老爷您不糊涂，您不糊涂。武三儿，你进来油腔滑调，油红红的啊，是不是女儿当了游击队长了？今天想怎么来逗我？没有，哪敢呢？武三儿可不敢，老爷，我谅你也不敢。是，你要知道，斗地主打土豪，是共产党游击队最喜欢做的事儿。你是游击队的吗？啊，没错，我就是共产党，我可不怕你。是吗？嘴倒挺硬的啊！你想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放肆！四老爷，蒜头，四老爷，粮食我们不借了啊！我们回去啊！蒜头，咱们走，粮食不借了，快回去！站住！站住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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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。我千住屋是那么好进的地方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吗？啊！小子想动武，告诉你，我这看家护院就十来支好枪，你想试一试吗？下趟枪。哎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哎，四老爷，四老爷，我求求您，您饶了我们吧，放我们回去吧。四老爷，吴三再也不敢来了。不敢跟您借粮来了，绝对不来了，武三绝对不来，您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吧。武三啊，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，我是想饶过你，可是千住屋是有家规的，私闯此院者乱棍打死，懂吗？什么？乱棍打死啊！来人呐，吊起来！哎呦，哎呀！疼死了，疼死了！小子，你这共产党游击队骨头很硬啊！个老东西，别让我出去，出去我弄死你！你也会叫啊？嘿嘿，你不是要斗地主打土豪吗？我今天就打死你！我我我！哎呦！哎呀！少爷，你回来了啊！这里面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我爹又在惩罚谁？少爷，你可别管了。老爷今天火气大得很，这里面两个人啊，都是自找的。爹这人真是……哎呀！哎！
住手！少爷，别少爷，别打了！怎么是你吗？鱼儿，这两个穷鬼上咱们家抢粮食，还要来斗我，你说该不该打啊？抢咱们家粮食，可不是吗？我们没有抢粮食，我是来借的。等打完了小鬼子，我一定还给你们。但是你们今天这样打我，我到时候你孩子算账了是吧？还没打够是吧？我早晚跟你算账。我，爹，别打了，再这样打下去，他们会没命的。我看这事儿还是算了，你放过他们吧。我告诉你，吴老三的女儿当了游击队长，今天就想收拾我们家来揍我，我得先下手为强。把他们打完了，送到县大队去关起来。哎，爹，你干什么？你替这种人求情吗？啊，混账东西！我不打他，我今天我就……爹，别打了！如果你再打下去的话，就打在我身上好了。你打死我吧！你滚开！爹，我求你了，你别打了。哎，好吧，武三儿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看在儿子的面子上，我饶你一命，下次绝不轻饶。来人呐，在，将他们两个丢出去。是。混账！出来！快滚！这是怎么了？滚！怎么了？这是？还打呢？再敢来，打断人，狗腿！快滚！下台！我不滚！都不讲理了！快滚！你们等着，你们先滚！滚！哎呦！哎，爹，你出手怎么这么重啊？毕竟武三是喜春的爹呀。你懂什么你？啊？这帮穷鬼不知好歹，现在搞了一个游击队，还想要来斗我，我会怕他们？爹。其实喜春一个女人，她也不容易，我们应该帮帮她才对啊！你脑袋让门给挤了？吴喜春不就是个杀猪的吗？没出息！你怎么会喜欢这么个女人？爹，我……行，你别说了。哼，爹啊，你再忍一忍啊！哎，这个老狗下手也太狠了。村头，哎，你当时干什么去了？你手里不是有枪吗？哎呦，不是，我有枪有什么用啊？人家手里有十几杆中正步枪呢，我刚一掏枪，他们就把我的枪给缴了，我总不能跟他们打吧？他们有十几杆中正步枪，闺女啊。喜春，你得给爹报仇啊！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啊给你还回来。我要把四红星那个老骨头给他打散架了。对，打折他一条腿。喜春，还是算了吧。算什么算？算什么算？你没用就算了。我吴喜春可不是吃素的。哎，我们游击队连小鬼子都不怕啊，难道会怕一个老土豪不成啊？就是。好，弟兄们，咱们抄家伙去千住屋。找那个老贼算账去。对，抄家伙。对，把小钢炮带上。哎，小钢炮。哎，姐，没炮弹也带呀。嗯。噪声是你懂不懂？是队长。金毛，把替天行道的旗子给带上。走。喜春，不能去啊！去了肯定会两败俱伤的。你给我闭嘴！我爹都被打成这样了，你还拉着我不让我去啊？啊？就你最没用。走。哎，喜春，走。走。你真没用啊！去，跟着去啊！我这不得照顾你吗？走，大家跟上，给我报仇！走，把他家给端了。停！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想干嘛呀？我们来找你们的老土豪司红星那个老家伙。我们老爷没空搭理你们，赶紧走吧！啊，怎么说话呢？啊？
山间几片红红枫叶，红透了夕阳，不会再歇吧。山后的小溪都都站在每条小路徘徊，山下的蝉声又把满天星叫得天色闪烁。